生日快乐！希望下次水果老点少哦。欢庆陈安典四十岁生日，吴宗宪喊话愿下次可以看到点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靠，真心做。七月六号是陈安典40岁生日，综艺大热门节目组利用录影空档布置亲生场地，还找来点点民间友人。太好了，那是谁？你们白痴啊！我还不知道是叶家豪，太好笑了。节目组跟请宪哥露露乔装点点最喜欢的卡通。好感谢你。真的太用心。第一个愿望是这样子，就是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 ，Love and Peace。然后再来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健康，都要快乐。最后一个愿望许在什么？耶！谢谢。生日快乐！全部都是 Tom and Jerry。哇！这是椅子，这可以耶、欸！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，好可爱、哦！哎、欸，睡觉的啦，哦，哎、欸，漂亮哎、欸，猫在睡觉的啦，哎呦，好可爱哦、喔！那我们两个来弄这个脸。兄弟哈，赞赞赞！要把那个信心拿出来，希望下次水果好，好不好？点少哦，祝福点点。说服很久，是是是，后来我穿这一套，然后过来这档次算第几个？